OK， 经过早上短暂的一个试驾体验，我们在力宝试车场呢，经过了大约两圈的一个体验。那确实这个试驾体验让我有点吃惊，因为在试驾之前呢，我一直认为 Supra 跟这个 BMW Z4 因为他们合作的关系，整体的超驾的感觉真的会相当接近，尤其是之前曾经有过这个预赏会啊。那从这个静态的这个欣赏来看呢，这个除了包含所有的内装用料哦，这些东西都很熟悉，都是 BMW 上面常看到的影子。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主观的认定这个开起来的感觉呢，应该是非常的 BMW。但是呢，试驾过后，我必须要改变我的想法，因为试驾过后呢，我真的觉得，虽然它跟过去的 Toyota 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这个跟这个Toyota 86也是截然不同的特性，但是它又没有像 BMW 那种操控特性那种很沉稳的那种感觉。Supra 呢反而是比较灵活，那虽然说在赛道里面试车呢最大的顾忌就是它的这些包含刹车包含它的悬吊都是因为是街道设定，所以说在赛道的环境里面会稍显的不足，但是直接应用到一般道路上面的话，甚至山区道路是试驾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充足。那在赛道里面呢，会因为这个悬吊的这个设定啊，会让它的循迹防滑控制系统啊设定是比较早的会介入，所以说在赛道里面只要你不关掉循迹防滑控制系统的话，事实上呢你要让它失控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重心转移的关系呢，也让这个循迹系统啊常常会预期外的提早介入。那当然这对一般人来讲这是好的设计，因为毕竟车辆就是要安全，如果你把这个循迹防滑控制系统这方面的东西设定的太偏性能操控面的话呢，那也就增加了这个操控方面的危险。那当然这个工程团队在整辆车的设计毕竟是要这个卖给一般消费者的，那当然后续呢就看拥有的这个前30辆车主啊，那他们自己可以先去抢先的感受体验，你自己想要怎么玩它就怎么玩它，因为毕竟这一辆车子定位上来讲，对多数人定位上来讲这是属于比较好玩的一个车子。那目前首播呢大概只有30辆车，未来呢一样会是以 3.0 车型为主。如果你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你千万千万要尽快的去下定，因为你现在再不下定，你明年再开始下定的话，你可能就要等到6月以后哦。所以说这一些讯息跟一些试驾经验与各位分享，我是莱尼克，我们下次见，拜拜。